看这一题，它现在有一个质量哦，4公斤呐、啊，那么静置在光滑的这个水平面上，现在16牛顿哦推它，好使它移动呢8公尺，那么它问哦这个物体哦，动量增加量，动量增加量就是冲量，我的德塔 P， 哦那因为这只有一度空间呐、啊，哦所以我们用那个正负号就可以了。这等于啊，等于那个冲量啊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冲量的话是当，实际上是等于 mt。那现在问题是哦，你推了8公尺，时间花多少不晓得。我们先把那个时间算出来，那、啊、怎么算？我们先把加速度算出来，加速度 a 等于多少呢 ？m 是 f 啦，哦，叫 f 除以 m 是 a 嘛，16，啊除以4，4是16，啊移动8公尺。S 等于二分之一 AT 平方 ，A 是4乘以 T 平方，2，24的8，也就 T 哈、哦、是等到等于2秒，啊 T 等2秒带回来 ，F 是16嘛，乘以2，所以是32，所以答案是32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A， 哦32乘以公斤。好，再乘以公尺每秒，所以大家应该选 A。